多少年轻人背负着家乡的期待，忍受离乡的孤独和训练的艰辛，为的只是一个梦想，站上世界棒坛的圣地，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场。然而这一块圣地却只给了他们十分之一的机会，有九成的人一辈子都无缘进入圣地。现在我们拥有了几位可能成为那十分之一的孩子。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坐车吧，坐车吧，就是时间真的很长，就是17个小时，而且座位都很小，两个人要坐在一起，就屁股会痛死啊！一下车很疲劳，全身没有力。一开始我几乎不敢讲，因为就是会怕你讲错，人家好像觉得每个人都在笑你啊，这样子。语言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己也知道，你只要不讲也没办法，就好像一个哑巴。然后，比如点心跟蛇会讲成一样，那个音很像。snake， 等，对，人家吃点心了，吃蛇，美国就怕蛇啦，丢脸丢完了，英文就好了，就那么简单。把杯子粘在你帽子上啊，或者把你的拖鞋冰在冰箱里啊，装在袋子里面用水冰成冰块，让你找不到。郑吉鸿投手，多伦多蓝鸟队 DA。他们是一个，就是栽培小球那个小联盟球员，然后上大联盟的球队。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很轻易的，就是把好的选手卖出去这样子。他们比较要求就是把它做得比较完美无缺吧，也就是说你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到好，然后教练才可以让你休息这样子。他们如果说你一个动作技术方面的动作你没有做好，那再重新一次这样子，那一直要求，然后等到你做到好为止。那台湾是量比较多，就是等于是今天哦做一个 K， 做一个补位的动作，可能就是一直做，一直重复在那做。但是他们不会，他们没有说就是去要求说你要怎么去踩 base， 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接那个球，你要怎么去补位，怎么样跑这样子，比较对这方面比较没有去要求。那他们是蛮要求，就是说你要把那个位置踩好，那把那个动作都做好这样子。教练是一对一这样子教你的，所以你在学习会比较容易懂这样。那台湾的教练是可能一个投手教练可能要顾好几个投手一起投球，然后那有的时候在投球在动作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说你投球的动作这样。因为之前的在台湾投球的动作是很快，抬脚然后瞬间这样出手。那到了那边之后，教练是觉得说我动作可以再慢一点，不用那么快，那这样子对我的控球会蛮有帮助。我觉得主要的还是我的曲球，那直球跟变速球方面还要再加强，因为曲球大角度的曲球在他们美国比较少，而且控球好的也没有那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比较占优势的是我的曲球，那还有就是我是左投手这样子。看到大联盟的比赛，当然就是那种高水准，大家技术层面啊或者是实力的各方面都很好啊。那对自己本身就是蛮要求，就是说希望能像他们这样子啊，有那么好的技术，然后能到站在那个大联盟舞台上投球。刚开始过去还蛮高兴的，像去年刚过去的时候蛮高兴的，对啊，终于可以来到这种训练环境这样子。你要认真才有机会啊。那我是觉得今天还是不要受伤，因为受伤的话就丧失了一次机会这样子。罗国辉，外野手，2005年与西雅图水手队签约。
前是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本来他们跟我说，就是那时候就是要跟我签约，可是那时候教练觉得说，那个他觉得我还太嫩，还要再多磨练，所以那时候就婉拒他们。对啊，然后等到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教练那时候看我觉得差不多了，这样应该是要去外面闯一闯的时候，他才那时候才要就是刚好水手队就有一次机会，对，那时候才就顺利成型，这样觉得很紧张啊，然后又很兴奋吧，因为从来之前是有去过了，可是这次去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让我觉得说好像有新的挑战这样子，对，要就是还要再超越自己那种感觉。直接进行比赛，在比赛之中就是觉得看你的一些表现来决定说你是不是一个好选手。那时候打了很多场比赛，然后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速度很快，最快的时候好像3秒8吧，3秒88、3秒9这样，一般大概都4秒左右啊，0.2秒就差很多，觉得自己的爆发力就是算不错，所以感觉说这个应该算是我打击的优点，因为去秋训的人都是代表说今年的球技不好，打不好还是需要调整，要不然就是新人要去的，就是大概都是这些人这样，对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蛮希望明年会有好成绩，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就是像方法跟那种成绩是成正比的，就是等于说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加上球场上面的那种，有时候也是需要头脑去思考，说现在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对，不是说一直说埋头苦练这样子，对，有时候反而得不到什么好效果。最欣赏的球友就是陈清峰，那时候就是蛮欣赏他的这样，蛮欣赏前辈的打击的那种魄力，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模仿他这样，对啊，后来就是被媒体就是报纸记者看到，他就觉得说哎蛮像的，就给我这个外号。超级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他对决的话，就是我会这样想要打败他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能够为国争光还不错那种感觉，对大家的骄傲。罗锦龙投手，科罗拉多洛基队 EA。 刚去就什么都比较不适应，就新的文化、新的食物、新的床等等，都是新的，对啊，就有一段适应期。只要分到各队的时候，比如说 Lucky 啦、休息的那种，其实环境是很不好，球场很暗，没有陈清华。然后观众席，其实我们观众席不讲，因为小联盟就是比较少观众席，但那个球场也都一坑洞都是有的。然后你说要重量训练的话，就是去外面的 gym， 然后跑步就是一样在外野这样跑。其实也还好，因为小联盟的环境没有说到特别怎么样，因为它不能让你吃香喝辣，然后结果你就没有那种上进心了。那但是你到大连也什么都很好，比赛也坐飞机，下榻饭店五星级等等，就是让你知道这种东西是得来不易。直球，然后直插球、变速球，只是后来因为刚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直插球对手肘很不好，很会受伤，所以他们就那个进城有投直插球，然后练变速球，然后后来就是今年他们又让我投直插球，因为就是他们觉得我之前最拿手直插，然后好像我都没有不能用，然后对我自己投球是不是有影响？就那个关键球的时候，你知道关键球就是你知道。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投直球，但你一定要投另外一种球路，但是我没有第二个很有把握的球路，所以我想他们今年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投我的直插球，最惨就是投什么球都被打，什么这种感觉。那时候因为就比较没信心吧，因为你投什么球，怎么对他们打的都很吃力啊，打得很强劲那种感觉，你也会慢慢没有信心。然后后来你要投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比较胡思乱，没办法专注这样子。其实我现在是想，要么先把我还有滑球，还有直插球，就是先把它练好，然后也不用太刻意去练很多新的球路，因为你学那么多，结果不实用，就等跟没有学一样。胡金龙游击手，洛杉矶道奇队高阶 EA。最想吃的台湾食物啊，很多哎，阳春面。米肉饭，第一年然后很巨，大家都不知道吧？有人家在有一种玩的那种感觉，到差不多到 EA 那边就大家都很拼。其实那边练球都很自主啊，教练不会逼你练球啊，你就要就自己练。有的我们那选手比完赛，然后十点多，然后随便吃一吃，然后又继续去打，在那个打击练习。KG 那边打，在那边练球是科学化，而且我觉得那边的环境都比台湾好。那边在打球环境，然后球场啊，然后设备啊方面都一定比台湾好。打职业运动一定会有低潮，不可能没有那种。我就觉得低潮就是我自己克服自己的方法是，自己不要去想太多，刻意去想太多，我就越想越糟而已。因为有时候打不好，我就想。今天怎么会打那么糟啊？然后就越想，然后就自己也跟着变了。然后其实就不用照自己的步伐了，因为我们教练跟我讲啊，就是140场，你不可能天天打得好，你天天打不好啊。那因为不想开一点呢，就今天打不好，有没有人怪你？那你自己心情不好，就我觉得他们那边很自由的风格，就是教练也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这样，然后。打好一定会有人打好，一定有人会打不好啊！大家叫我们就是自己调自己的心情，然后就再靠那个训练方式，然后来这样调整回来。有遇到那种啊，投出来102迈就算了，那猜不中我就衰而已啊，就回来啊，大家摇摇头，那边笑一笑就算了。我觉得是心理方面，心理方面，因为我觉得打那边就是变成一个心理，怎么样去调试你自己的实力，就是你的打球的状况啊之类的，还有投手要投什么，就经验嘛，经验相当于心理，我觉得你心理方面也要成熟，就是学比较多东西。董博轩，投手，多伦多蓝鸟队 EA。连续打两支全垒打，比较有力吧。就同样的击球点打到球，可是他们的球就比较会飞，就会飞得比较远。三局就是15分了，5分还是15分？5分，15分，教练还不换，那教练比我还要惨。三局5分，就一直安打投不完，怎么投都投不完。那时候你心里想，没有想什么，就空白。鼓手逼什么就投，下去就被骂。都懂，都是骂学生。就是口出秽言，就一样啊，这人用的脏话都会骂啊。不过到最后他还是会跟你讲说，你应该去怎么样投球，怎么样面对打者。有时候是自己太急了，想说被打那么惨，要赶快解决掉这个局势，所以反而更惨。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练这样子已经够了，可是当你遇到更强的对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该练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多的。我在那边投最好球，曲球，一般的投手投角度比较大，可是我现在练的是尽量要比较快的曲球，之前曲球可能都是比较慢的，抢好球速的，可是我是练它是当作武器来用，
量好球的时候再用。我试了很多种握法，就是最舒服然后控球比较稳定的一种握法，是靠手腕跟身体的力量去投直插球，只是握的这个线是不一样，有的可能是拿这个位置，有的是拿这个位置。那这个是一个我高中的时候打 IBA 中全国手的时候，一个古巴的选手教我，他就教我这样子握，然后他是控制是有两种投法，一种是有三算的话是三种，一种是往内，一种是往外，然后一个是正的这样下，就是会跑这样子跟直线这样直球。因为投直球保送不会被骂，投乒乓球保送就一定会被骂，因为他不一定会打安打。如果保送的话，我一定输啊。我宁可投给他打。王建民上大联盟时候，我觉得很骄傲，他台湾人啊，我们队友都认识啊。对，因为很多队友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一步一步来，你准备好了，机会来了，你就有办法可以达到你的梦想。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都有数个小联盟球队，依实力区分为六个级别，从最基础的菜鸟联盟开始，到短期 1A、低阶 1A、高阶 1A、2A、3A， 最后才能够登上世界棒坛的最高舞台 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王建民26岁，投手，纽约洋基队。每次都问你啊，你要第几胜第几胜？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会不会受不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想的是明年不要说最重要的，那就是几胜几胜，不代表一个投手的一些什么吧？对啊，就是凭实力拿出来给人家看，然后够。像你自己今年球季受伤，你觉得会不会说在心情上会受到影响？是有一点，可是也是没办法，就是受伤了，那就努力做好复健，看能不能快点回来再继续比赛。比如说在复健的时候跟台湾又有什么不一样？在复健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不让你丢球，不让你做一些像那些重量太重的东西。对啊，就是一些小的一些肌力都开重新开始这样。像你到美国的经验啊，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来保护投手的？美国一些防护设备啊，都比较比台湾比较好一点，就是有专业的，像一些复健师什么东西都有啊，就一些复健设备会比较多吧，就是像一些他们自己在一个地方里面就有一个像。一个游泳池那么大，就是如果脚如果受伤开刀的话，就可以在那水里面这样走路这样。上大联盟啊，会让你紧张的情形是什么？应该是算大联盟第一场上去的时候，就前两局就心里还有点放不开，就有点紧张这样。那过了第二局后就比较好一点。那你手脚会发抖吗？不会啊，就心脏跳比较快。比如说台湾的陈奕迅每次都会拉弓啊，你自己会最想做的动作是什么？如果赢的话，赢的话，最想做的，应该是谢谢他们队友那么帮忙，就是打击也有打出来的。那动作呢？动作，对，你会比如像陈奕迅这样拉弓？不会吧？你今年自己投的最差的一场球是什么？最差的，应该是跟红雀那一场吧，投不到五局就下场，对，就被打了7分。那你下场之后做什么？就心里也是会难过啊，就比较不会，就变得比较安静，就坐在那边自己在想一些事情。你会想什么？会想说这场球为什么丢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控球的不稳，就是在想着下一场要怎么对付他们的。后来你有想出来？就是
有啊，就那一场球就比较高嘛，球投的比较高，现在就自己想说要把球压低。那如果在大联盟的话，投手教练上来，你自己心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会想说不会吧，那么快就把我换下去了。那你曾经表达过说你要想要完投吗？没有表达过，就是先发有先发的责任，就是最少都要投满六局嘛。对啊，他有中继跟救援在啊，所以才能赢得比较多场球赛。完投不会那么刻意想要去完投，对啊，教练也是讲说要保护守备的。这跟台湾的教练就不一样吗？跟台湾的教练一样。你确定一样吗？台湾好像都撑得蛮久的。一样啊，教练是会保护手背、啊嗯、你所说的一样是说会保护手背，可是会要求你投完全场。我没有说。你觉得那个打击者啊最难对付的是谁？红雀的那个扑后。我觉得像比如说你对魔鬼鱼的时候啊、嗯、我们都会很担心你又被打爆，可是我们觉得魔鬼鱼其实是没那么强，只是你因为你觉得说对手没那么强，所以你自己就会分心嘛。也不会分心，就是每一场球还是要尽全力去投啊，就是可能他们脚太快了，跑步的时候有时候打到球就赶快跑。对，你有被吓过？有啊，上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到了。今年大联盟里面哪一颗球让你最印象深刻？第一场的时候嘛，刚好丢出去打回来的平飞球，刚好接到了。不像南米强生啊，你找他一起陪跑啊，你是故意还是说你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啊、因为是漏球嘛，就是找一个队友一起跑到全垒打墙再跑回来。那时候就是一些像小联盟球员都已经被叫出去跑了，只是他没有几个，就只有跟南迪有认识这样子才会找他。你会跟他切磋球技吗？会啊，像那热身的时候，他远投的时候，他们就会教我一些如何去放那颗球比较有威力，让他会跑的。那你要怎么丢才会有威力？第一个就是姿势要一定要正确，对啊。他球要压低，压低的时候球子就会变得比较重，对啊，就打球棒打到的话，还是有一点把它往里面压的感觉。你有没有曾经向你的队友、啊介绍过台湾？有啊，会跟我们介绍台湾有很多一些美食的小吃啊，对啊，就是24小时都有的。那比如说？比如说，像一些小吃摊都有开到早上嘛。早上就刚好就接到一些早点，对，就24小时都可以吃得到东西。新进的球员后辈啊，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努力再努力吧。王建民在美国职棒打出的一片新天地，鼓舞着所有怀抱相同梦想的台湾孩子。郑其宏、罗国辉、罗锦龙、胡金龙、耿国轩，让我们祝福他们攀向最高峰的棒球天堂。真的很谢谢各位球迷这一年来对我的鼓励，还有一些照顾，还有帮我那么每天这样帮我加油。真的谢谢你们，谢谢。